用收拾。妈，不用不用，我还有大姐呢嘛。大姐，赶紧出来把屋收拾收拾。没事，大姐。也在这呢，有啥事说。我说我这后街上怎么嗖嗖的凉风呢？我们家三疯子来了。哎，这天没黑，那点啥了？行，自己说去吧。啥事啊？你咋来了？我来啊，就是正式通知你，明天我也搬家了。你往哪搬呢？搬你屋啊。凭什么呀？我俩礼拜六礼拜天还得回家住呢。你都出家了，你还回家干啥？谁出家了？往哪出家呀？那你俩搬出来干嘛呀？是不是嫌家里人烦呢？哎呀呀呀，小米粒儿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咱家多好啊，爸妈对我们两口子可好了。对呀，大姐大姐夫对我俩也好。你那意思我不好呗？你嫌我烦，你直接说我搬出去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谁说你烦了？没人说你烦。那你为啥搬出来呀？你说话不算数。我说过了。一辈子都不跟我分开，还说我需要你的时候喊一嗓子你就出现。现在也好使啊，你嗷嗷一嗓子我不也一杆箭似冲过去啊。刚才回家喊了半天嗓子都喊哑了，你都没出现。哎，是是是，小米粒啊，我跟你姐呀主要是想过过二人世界。你闭嘴吧小土豆子，你愿意搬你自个儿搬吧，你干嘛把我二姐带走啊？以后我化妆的时候涂谁的口红，我配谁的香水啊？我说我那口红香水怎么下去那么快呢？以后我受委屈的时候再也没有人哄我了。小米粒儿啊，一没有人敢欺负你，二我也没哄过你呀、啊。二姐不哄的。你说你也是二驴子，你搬走就搬走吧，你干嘛把我二姐夫都带走了？那我哎呀，我说老姑娘啊，你咋这么不讲理呀、啊？人家是两口子，人搬家不一堆儿去，还跟人分居啊？行了行了妈，那什么，小美丽，你听姐跟你说啊，你看我跟你二姐夫吧。行，就那地吧。你看那个，你看我跟你二姐夫出来住，你看租这房子这格局，跟咱家一样一样的。那屋就给你留的，你明儿早上搬来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干啥？说啥？不乐意啊？我乐意。我凭啥搬过来呀、啊？你让我搬我就搬呐，为啥我都跟着你呀、啊？你是谁呀、啊？人家不乐意。哎呀，那行吧，反正我让道是理，不来拉倒。那我明天早上就搬了。这老家的啊，进门注点意。啊，你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哎呀，乐了一袋了，我知道我喝不着啊。慢点，慢点。啥呀这是？慢点呀，爸呀。啊，把这匾拿过来干啥呀？不是，我刚才回去我想了一想啊，你这屋墙上太肃静了，这不你把这个挂上。这是咱家的家风啊。啊，你记住啊，钱瑞芳。哎，以后你不管搬家到哪儿，必须把这个挂在屋里。哦，我记着了。哎，当初顺风和二美丽结婚的时候呀、啊、那我可高兴了。你说今天吧，这孩子突然搬出来单过，我这心里头咋还空落落的呢？哎呀，行啊，孩子们高兴就行啊。妈，你说你整这两句整得我心里还挺不得劲儿的。是，我也没搬多远呢，那你跟我爸明天和小米儿一早搬过来不就完了？哎，咋的？你有意见呢？我没意见。你有意见没意见当啥呀？什么玩意儿？我跟你妈就搬过来呀、啊？我们俩没地方住了，离开你们我们活不了啊。就是，咱明天中午搬吧。对呀，我咋的也得收拾收拾东西吧。哎，你在这干啥呢？你该干啥干啥去，别在这跟这搅和。就是，赶紧回家吧，快回家吧，回家回家回家，快回家啊！老姑娘，还有你，明天早上来啊，我接你。你赶紧回家，你家晚上不吃饭呢？没说拽我来的吗？我拽你来让你干点活。俺们都回家，赶紧，哎呀，这是师傅，你看都几点？是，这个放心吧。啊，都走了啊。没人了，啊，浪漫。爸，再见啊！谢谢爸。哎呀，还是爸最贴心，懂我。来吧，浪漫开始，抓紧时间，都走了。哎呀，快！好嘞，快！下土豆，二驴子，二驴子踢土豆，不踢我难受。来吧，宝贝儿，来吧，宝贝儿。来吧，
哎呀，这今天这加班的呀，这怎么乱七八糟的呢？这是说的就是啊，你瞅瞅这东西，把整个家都快搬来了。哎呀，这明天早上小米粒搬过来，中午爸妈搬过来，晚上大姐大姐夫知道了肯定也得搬过来。哎，那个家不就空了吗？对、啊、我给你出个主意，顺风。爸，你咋又来了呢？不是，我给你出主意来了啊！你说，你像明天咱们全家都搬过来了啊，那房子不就空了吗？可不的吗？咱把那房子租出去吧。还租啥租啊？爸，说心里话吧，我们两口子也离不开你们，干脆搬回去吧。都别忙着了，上来吧，上来吧。搬家，搬家，搬家。都没走啊，这是。搬家，搬回去。我的天，搬家了，搬家了。走了。哎呀，这哪是二人世界啊，这不小区一日游吗？来吧，宝贝儿。哎呀，家和万事兴。